披的。乘马步是，马步披刀是。大家再看一遍，要在练习的过程中间，要目视右侧方，第十式漏海翻槽，示范一遍。正在要领，这里边有两个技法，第一，挽刀花，挽刀花，然后一个翻身，轮背下劈刀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要进行。单次操练，挽刀花时，注意向左侧上右步，然后轮背转身，劈刀时要向对力源，侧步劈刀，呈瀑布。左手柳叶掌，好，大家看我再演示一遍。整个的动作要协调一致，浑然一体。第十一式鹤锁蛇奔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，鹤锁蛇奔，也就是说在起身上左步时，注意收刀翻刀，然后再上右步前刺刀。好，给大家再示范一遍，收刀翻刀刺刀，刀的转换要一气呵成，连贯一致。第十二式夜里藏花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，接上式，收刀收右步，然后再除右脚，撩刀，跟左步转体劈刀，再劈刀，再退左步，呈右弓步长刀式。好，这是一组连贯性动作，动作也要求协调一致。示范一遍。弓步长刀式，铜钱，这里不再讲述。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一定要协调一致，刀法变换自然连贯，第十三式蛟龙入海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，蛟龙入海，注意重心尾尾后移，右脚向后落步，同时穿刀走弧形，然后继续向下向后穿刀，
然后上右步，啊，上左步，抱刀，转刀，下穿刀，然后走步，蛟龙出海是一组连贯性动作，大开大合。好，大家看我再演示一遍。这个动作在我们练习时可能有一些难度，注意手眼身发步的协调配合，穿刀，抱刀，瀑布穿刀，走步，整个这组动作是一个连续性的集成刀法，我们可以在平时练习时做单式训练，单式训练进行练习，哎，可以做单式训练。这些动作练习比较舒展自然之后，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行刀娇柔轻龙的这种意思，像金龙一样龙翔于海。好，最后再给大家演示一遍。第14式贴离线拐，示范一遍。动作要领，这是一组走转刀法配合腿法，大家看我边示范边讲解。抱刀，走步，撩刀，蹬着腿，然后追落步，走圈，撩刀，抱刀，长刀，蹲右腿。好，这种刀法是个行进型刀法，也需要我们平时在练习时候作为单式进行操练，体现出我们游龙刀这种游走的特点。注意看啊，走，走转时要走矮步，身形矮转撩刀，要体现出这种游走的特点。所以说我们在练习时注意穿刀，走步，抱刀，蹬腿，转体，蹬腿，抱刀，注意要抱到我们的身子的侧面，然后蹬腿。好，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。贴离线拐，注意这个游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步伐走圈，注意走起来，抱刀，撩刀，蹬腿，然后注意刀向侧劈，然后撩刀，走步，走步，再抱刀，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这个圈走到位。好，大家看我边示范边讲，走步，抱刀，蹬腿，这是直线型踢法，转体，撩刀，走弧圆，抱刀，然后再蹬腿。这种动作是我们的刀法中间的比较有特色性的动作，希望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多加练习。走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强调走矮圈，
膝矮步，膝矮步左眼圈撩刀，最后抱刀。蹬腿时要胆春发力，蹬出去。第十五式龙翔前底，示范一遍。反向示范一遍，蹬到要领，龙翔前底这个动作要和上一次连贯一致，注意一个劈刀，一个拨刀，然后再一劈夹按刀，这个动作看啊，劈刀下拨刀，劈刀按刀，这是一组连贯型刀法，平时练习时动作一定要交代清楚。反向示范一遍，劈拨劈按，最后是长刀式，斜步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左手呈柳叶掌，前按。好，我们连贯性示范一遍，做这个动作要注意节奏感，因为我们前面是一个游伸的动作，连贯性游伸的动作，左转比较柔和，在这里有一个短暂的停顿，所以说我们练习这个动作是一定要培养我们演练中的节奏感，同时要使我们的刀法清晰。第十六式平地旋风，示范一遍，反向示范一遍，平地旋风动作要领，边示范边讲解。起身，裹脑，展背，同时上左步，扣右步，再上左步，混斩刀，然后再向后混斩刀，随之扣右步，上左步，扫刀，缠头刀，转体，根部拦刀。好，大家再看一遍，注意最后个动作第四是个跪步，跪步拦刀，这组动作刚好是两个反式的圆，走步一二三，斩刀，再一个转体，刚好行了两个圈，正是一个圈，反是一个圈，是以构成了一个阴阳八卦图，也就是体现了我们游龙刀中间叫步踏公正，步踏公正，上下翻转，这种刀的特色。
所以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塔走八卦圈这种意识。大家看我步伐，所以说行刀叫做金龙，首先要从我们的走转的步伐上进行体现。第17式牵牛摆头示范一遍，牵牛摆头这个动作也是